本密教有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，大家安静、哦、所有阿塞雷的功德来自于灌顶的根本上师。谢谢师尊。所有阿塞雷的功德来自于灌顶的根本上师，根本上师如果没有教你这些秘法，你哪里来的功德？很简单嘛，这就是等引，就是三昧雅嘛，这个就是等引三昧雅。你自己能够闯出一片天、哦、你们所有的上师将来都会收弟子，那么你收了弟子，你认为哇都是我的弟子，那你的根源呢还是根本上师教你这些秘法，你用了这些秘法去度了那些众生，所以功德还是归于你自己的根本上师。这个就是三昧。好，我们把你背面后。